感谢咱们今日好朋友，今日贵宾啊！好嘞，咱今做起了宝贵的好听啊，阳光之，所以咱们来唱咱的做起了宝贵。好了，各位好嘛，肯定的所在，我们来去就是你时代，肯定就是好朋友，多多的海海，多多几个来感谢你啦！所以咱来光光点点的安排，安排了第一位强棒出击，安排了月圆妹妹带来一首轻声好听的歌曲。 杨宗海，看来谢谢。老师，你也下来。嘿嘿。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团，给我们热情的掌声鼓励。谢谢。来一波。